我终于等到了！你跑哪儿去了你？回家吧。没睡，为什么不出声啊？我就想看看你大晚上不睡觉，想对我干嘛？我想对你干嘛？大可不必。一起喝。这是我的。嗯。
厉害啊！以后开惯这种体力活，就我来帮你做。好啊，那以后家务这种体力活也交给你做，好不好？我发现你是越来越嚣张了，要不要我提醒你，谁才是债主啊？我只是开个玩笑，随便说说。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鸟的样子看久了，还挺可爱的嘛。愤你个头！一直待在我身边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停电了，刚刚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又不是第一次停电了。我画都画没了，我还没。我终于找到机会把它封给你了。这个是打开看看。星儿，妈，星儿回来了。这是谁啊？啊，杨阿姨，我是林胜，您不记得我？林胜啊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快认不出来了。阿姨，你等我一下。杨阿姨，给您带了一件小礼物。这不好意思。你就收下吧。那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啊。哎，进屋坐呗。杨阿姨。我今天来的太仓促了，就先不进去了，改天再登门拜访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有空来玩啊。好，星儿，我先走了。路上慢走。